大片的草坪顶头种了真侪皇冠龙舌兰，不管是大丛还是小丛，咱生甲相当的青翠佮臃肿。这款的景象是北河十七号南天宫的主意饭店金峰个人的兴趣佮规划。即嘛吼，庙前百几丛吼要开花，一丛吼两千个栽，就二十几万丛，加一四季，拢全是啊做真爱吼。皇冠龙舌兰嘛是咱澎湖潜水的妙花。伊皇冠龙舌兰又搁有大叶翡翠盘的这青稞，种植十多冬，才有法度来开花。一旦啊开花，会当生摊着真济仔啊。一丛龙舌兰上悬会当大到八米高，作为着天衡造景是相当的适合。皇冠龙舌兰哈也任性了哈，不管狂风暴雨啊哈，风吹日晒啊也任性了哈。那科比一个母爱啊哈，啊伊吼不管是用长青啊哈，啊伊种啊这表示大家哈，伊种看到。哦，皇冠龙舌兰哈，一种精神焕发啊，我够赞的。想真爱龙舌兰，龙舌兰四季如春哦，它很漂亮，它不怕太阳晒，然后它会长很一颗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像繁衍子孙这样子。伊目前龙舌兰生态了真好，加上够真爱花艺艺术，要来分享到这份真爱。南天宫特别伫十一月份开始，每逢礼拜日会伫庙前广场发放到龙舌兰甲信众来结缘。诸位真用心啊，用一挂龙舌兰哦。即马后个月逢礼拜，然后来拜拜，阿妈要逢客等于分享。我们诸位的真爱从大方货柜来到我们十七户南天宫，而且现在不只有可以赏花而已，我们现在要分享给大家，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来索取。咱为后个月哈，哦，每一个礼拜日啦哈，你将我这会当来家领这皇冠龙舌兰，只送不卖啊，带回家哦，科比千岁相随。伊南天宫分享着丰富清水甲文物财神的大爱，十一月份每逢着假日，咱会伫庙埕来分赏着皇冠龙舌兰，信众会当来拜拜，互丰富清水文物财神来加持，也当将真爱摘到去厝。南天新闻台城北河彩虹报道。